这是第四次测试空气沙发，要把它变成这样子，这样是平的，要把它变成这样，可以开口，然后等到这边充气充完的时候，再把它卷起来，再给它扣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来用电风扇给它充气吧。哦，一帮我后面拉一拉。对，然后拉直哦，好，轻轻的，轻轻的就好。对，轻轻的，有捧起来吗？有。有哈、哦，有捧起来的吗？还没，我这边还软软的。好哦，那我现在给它卷卷卷，卷卷卷起来哦。可以的嘞。好，等我。哇，成功了耶！那依依可以在这里睡觉睡看看，哇！好，哇！你怎么在做一个船？嗯，哇！成功啦！这个小孩子开这个空气沙发船呢、啊，嗯。哇，你掉到那个洞里面去了。依依，我们给它反过来看看。好，你先出来。好，给它反过来看看可以吗？给它反过来。哦，好，那你坐上去。哇，轻一点啊。哇。哇。跳会不会爆炸？啊，要轻轻的，不要用大力跳，好吗？怎么了？软软的。软软的哦。那我们再来做一次，好不好？给它用多一点气，这样。哇！哦，不可以跳，断到屁股了。来，我等一下，依依先出来，爸爸再给它用多一点气哦。好、oh。